过你的后脑勺，我看到一哭得很娘的刘明峰。刘明峰，出来当代表，不能每次都叫杨宗纬出来哭，对不对？来，刘明峰，有没有什么话来代表所有的战友对苏北路说？请所有的战友来欢送苏北如，大家来握手拥抱之一。在这个阶段，明家也非常不舍得他 PK 掉了苏北如。在败部 PK 赛中，苏北如确定将永远离开这个舞台。